大家好，哈利路亚，帮你旁边人笑一笑，讲好开心见到你，哈利路亚。大家在主里是一家人，如果见到旁边人都没什么发觉不是那么好的，大家要记得我们在主里头是应该互相鼓励，大家有欢庆的时光，亦有喜乐的时间，哈利路亚。好欢迎太饼的团队今天来参与，稍后不要急急急走，我们留下喝杯茶，帮大家打下招呼，认识一下怡宝的团队。我们特别叫太饼团队来呢，是给大家和外展都有些交流一下，大家都有些建立，不要太过陌生，他们既然一班咁年轻嘅团队，不过呢要唱大声啲，揸住个咪都好似好怕丑咁。我今日会结束之前呢，你哋最上嚟唱多条啊，准备啊，唔好驚，因为怡宝团队知㗎嘛，通常我讲到呢结束嘅时候呢仲会唱一唱嘅。今日我保留少少时间俾大家，好，嚟俾个银幕我。明白神的旨意，倚靠神。嗱，今日我系想帮大家分享一下，要认识明白神的心意。点解我哋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心意呢？但好似讲声，阵间散开会啦，你哋想去边度啊？有啲去 supermarket， 有啲去翻屋企瞓觉，有啲去食茶点。总之咁你想去边度啫？问下你的心意啦，系嘛？我哋人人呢都好注重我哋旁边人嘅心意嘅。有时两三个一齐，就算讲喺茶点，去边间啊？我唔中意呢间，我中意嗰间。个人都有自己所拣选嘅，冇所谓啦。你喺边度，我去边度啦。咁我哋系相就下啊。但系知唔知啊？既然我哋咁重视旁边人嘅拣选，尤其是嗰啲做老公嗰啲我睇得到，哇，好紧张，老婆点谂噶？我话我冇喐，咁啊企定定唔敢喐，系嘛？老婆讲嗱，去啦，老婆讲可以去，去啦，老婆话晒事咩？唔系，咁啊，我帮你大家提下吓，唔系我哋旁边人嗰个讲乜嘢就要听嘅，听唔听清楚啊？唔系旁边嗰个讲乜嘢就要听，唔听老婆讲，听边个讲啊？听耶稣讲啊，知道吗？有时呢我哋嘅意见唔好太强喎，我叫你做你唔做，俾啲面色你睇喎，有时唔好难为大家吓，因为在我哋嘅当中有一个真神主耶稣，系我哋嘅个人嘅救主。佢所讲嘅我哋就要听。所以当我哋去做咩决定嘅时候，最重要係要追求神嘅心意。或者你睇下旁边嗰、那个你讲乜嘢，我做咩要听，做咩要唔听呢？因为我哋自己都有得揀选嘛，係咪？但係当神要在我哋心中感动带动我哋嘅时候，我哋需要听。今日我就要帮大家分享一下点解我哋需要听呢个真神所讲嘅说话。嚟，阿姊妹帮我读下经文嚟。箴言三章五至六节，你要一生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嗱，阵间姊妹帮我睇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同第九节，开你经文嚟睇，冇打出嚟吓，等我分析下呢个先。经文帮我哋讲嘛，已经教导我哋唔好依靠自己，点样依靠自己呢？我嘅经历，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啊！嗱，呢句说话唔用得，你知嘛？依家点解唔用得啊？今时今日我哋冇咩食盐㗎嘛，
惊咸啊，惊血压高啊，所以好多年纪大咗嘅冇咩食盐，所以唔好讲呢句我食盐多过你食米，你可以讲我读圣经多过你读报纸。啊，咁我啱听啲吓，我读圣经多过你读报纸，我听圣经嘅教导多过你听老师嘅教吓，啊咁嘅意思吓。嗱，我哋好多人做决定系好依靠自己嘅经历，好依靠睇报章睇乜嘢。其实在神嘅教导里头，经文教导嗬，我哋人生会经历四把声嘅。四个唔同嘅方式嘅讲者会讲出嚟俾我哋听。第一个嗰把声我哋会听到嘅呢，想感动嘅呢，就係神嘅声啦。第二把声系咩声啊？我自己嘅声啦，你有唔有帮自己讲话㗎？头先嗰班唱歌嘅有唔有帮自己讲，哇唱得好喎、啊、哇唔够好啊。牧师又讲大声啲第三把声人哋嘅声啦，系咪啊？好似头先我讲唱大声啲，人哋嘅声啦，阵间最上嚟唱大声啲啊！第四把声咧，魔鬼嘅声啊！魔鬼晓系啊，唔系响我哋嘅心，系响边皮耳边风喺度讲下讲下啊！有时人哋讲呢啲免费嘅边个爱啊？唔好意思，好似好贪心。过后人哋攞晒冇得分啦，哎呀傻到死，嗰句傻到死边度嚟噶？魔鬼喺度边系傻到死，有得分都唔去攞系嘛？或者系有时有啲讲到得意嘅，你睇你老公都冇咩尊重你，都唔锡你，嗰把声边度嚟噶？魔鬼喺度搞破坏啦，系嘛？有时我哋要知道嗬，既然有四把声，我哋应该听边把声啊？应该听边把声啊？听神嘅声、哦。你咁识应我，你系咪真系听神嘅声、哦？神话讲、哦，施比受更好、哦。咁你又想点啊？多多奶，收多啲咯，系咪啊？你系咪啊？嗰把声边度嚟噶？嗰把声系世界讲嗰把声嚟嘅，人哋讲把声嘅。肥水不流别人田，呢句笑话边个讲噶？人哋讲嘅，神有咁样讲咩？神话讲你有好嘢，大家分，有最好嘅你攞出嚟添，唔好收住，系嘛？所以太平呢班团队识唱歌嘛，攞出嚟分。有时我哋分唔系一定分钱嘅，分你嘅能干啊，你嘅恩赐啊，系嘛？有啲人好识煮菜嘅，咁唔好净系煮俾老公食。攞出嚟煮俾大家食，哈、知唔知啊？我哋要识得点去大家分享下，因为呢啲系神嘅说话嘛，系嘛？所以今日我鼓励大家要透着神嘅说话里头认识我哋点去做决定。有啲嘢我哋讲读圣经啦。我唔鍾意啊，你个人唔鍾意咋嘛，係咪？咁神想唔想你读圣经啊？想唔想啊？想，咁你读唔读啊？哦，我哋所做嘅唔係因为我鍾唔鍾意，係因为耶稣话佢鍾意我嚟读。点解耶稣鍾意我嚟读圣经啊？喂、唔知啊？耶稣需要知道鍾意我哋读圣经，因为耶稣用着圣经帮我哋讲说话嘛。我哋读咗圣经咪知道佢嘅心意囉。咪有时我哋做咗决定做到唔系几好，我点知啫？你做咩唔知喎？圣经讲咗㗎嘛。圣经讲乜嘢啊？要锡旁边人，你有唔有锡旁边人啊？望下旁边嗰、那个有唔有锡佢啊？话系成日喺度闹佢啊，衰老衰婆衰仔嗰啲咁啊！圣经话讲唔做得连咁攞一啲咁嘅难听嘅说话讲噶，圣经讲乜嘢啊？系都冇好嘢讲，应该点啊？收住个口，
咬住一条脷，唔会讲嘢。出在我哋口中嗰啲说话要鼓励嘅，啊，要建立嘅，系嘛？我哋嗰啲说话系咪成日咁噶？嗱，神嘅心意系乜嘢？要我哋讲好说话。我哋人好错，成日讲啲说话嚟奸礼人啦，讲衰人啦，系嘛？有时我哋做到神不喜悦嘅嘢，知唔知啊？唔醒觉喎，我点知啫？我点知唔可以喎？咁啊，读圣经咧，咪就系所以神要我哋读佢圣经啦。啊，叫阿姊妹帮你读下以赛亚书。嗱，你写低下，冇打出嚟。以赛亚书55章第八同九节。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心意俾我哋知道，我哋系要跟。点解要跟呢？因为神嘅心意系高过我哋自己嘅。嗱，好简单嚟讲。我哋人最追求两样嘢乜嘢？食，所以我哋咪成日讲咯。咁辛苦做咩？食咯，搵食嘛，搵食嘛，系嘛？所以食好重要嘅。冇得食唔掂啊，系嘛？第二样嘢最重要系乜嘢？人拣嘅钱啊，钱，系嘛？成日要钱多，点解我哋知道人系要追钱呢？我哋成日讲咯，哦，日又做，夜又做，为乜啊？搵钱啦，系嘛？我哋好多人生嘅目标，嗰啲时间攞晒出嚟做乜嘢啊？搵钱咯，系嘛？嗱，对我哋嚟讲好正确㗎喎，搵钱有错咩？冇错。但係当我哋放尽全个心机落去搵钱，连家人都冇得傾，父子呀，讲钱失感情啦，冇得傾啦，老豆都假啦，去推走去，等我哋去坐正位搵多啲钱，係咪？或者係好朋友都假啦，冇得傾啦，哎呀，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啦。这个世界撒旦教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态度了。人是追食，人是追钱。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经文教我们是什么啊？人不能活着只是靠食。那人应该是怎样的？如果唔靠食，靠乜嘢啊？靠领取神嘅教导、神嘅经文，即系话，如果我哋好忙，一日要食三餐，神教我哋啊，食少两餐冇伤嘅，一日食一餐都可以活着嘅。但系冇神嘅话语，我哋活唔着啊，成日都撞板啊，做错嘢都唔知啊。咁系佢人生唔追钱，追乜嘢啊？追服侍耶稣，追从神嘅心意啊！姊妹再读多一次耶路米书29章11节，大家有唔有读过啊？耶路米书29章11节讲俾我哋听，神想点为我哋嘅路程安排啊？啊，人生唔系单追食、追钱嘅，有时我哋做人好得要啊，冇钱冇得倾。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没给奉献不要来教会了，是吧？你们是没钱的人，哎，不要来了，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啦，是吧？我们是不是有买飞收钱而入得来教会的？没有的，你没钱快点来教会啊，为什么啊？教会有得分咯，是的。真系你有需求嘅，帮我哋讲，我哋会考虑睇点样嚟资助，点样嚟帮你，因为神教我哋嘛，
肥水要留别人田噶，唔好自己收晒啊！要识得祝福人哋嘛。啊，我哋成日唱一条歌，基督徒要成为人哋嘅祝福啊，啱唔啱啊？咁你点样成为你嘅祝福啊？有榴莲就分俾你食啊，仲有咧啊，炒两碟好菜，咁啊请人哋去屋企食啦，唔使攞去隔篱街嘅啊。仲有咧，系嘛啊？你懂得怎样去做些嘢，懂唱歌教人家唱歌咯，是吗、啊、自己有什么能力的就去帮人家，有堂车我们做什么，载人家去第二个地方咯，不要只载自己、啊、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啦，牧师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工，不是做牧师，是做车夫。我做了30多年的车夫了，揸不就是揸车啊，揸 van 啊，去到哪里都好多人好欢迎我，点解啊？我哋车夫嚟咯，有车夫就有路行啦，系嘛？嚟耶路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嘅意念，不是降灾祸嘅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嘅心意系要等我哋在人生嘅路程经历佢嘅福气，因为佢带动我哋系要祝福我哋嘅。但好多人我哋怀疑神，就拣选咗用自己条道路。呢段经文俾我哋知道乜嘢啊？我哋一一要信靠神，唔好依靠自己，因为你同我今日都唔知听日事，我哋知咩？唔知嘛，系嘛？边个可以预料啫？估下嘅啫喎。咪就系所以有好多有失意咯，做咗谂住掂嘅，原来唔得喎。行呢条谂住通嘅，点知唔掂喎。自己谂住冇事嘅，哎呀，后来原来有事喎。我哋边度睇得到以后嘅事呢？所以系如果既然睇唔得草以后嘅事，咁你点啊嘛？信靠耶稣咯，有乜嘢都帮耶稣讲。耶稣，我想买间屋，边度买好啊？我有啲钱喎，应该点样使呀？我有啲要求喎，应该点去处理呀？一一要信靠大神耶稣带动我哋嘛。阿们嚟下一个阿叶。明白神嘅心意，他关心你。其实我哋点解要信靠耶稣呢？我哋点解要追求佢嘅心意呢？因为其实我哋要今日真真正正明白神佢所做一切都系为咗你。知唔知呀？喺呢个世上我哋好难揾得到，根本揾唔到有边个所做嘅一切系为咗你。我哋人就算有一个对得你好好嘅啊，我哋有时都有啲歪曲心嘅。我企上台成日教惠和院浸信会嘅男人，听我讲要识锡老婆，係咪呀？我哋啲姊妹听到都几开心嘅。其实点解我教啲男人要锡老婆啊？等你有好日子过囉。我原来牧师有歪曲心。不是歪曲，是为了有你安乐茶饭嘛。为什么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姊妹的性格是这样的。你懂锡佢呢，他们会冧住你的。咁你要懂锡佢啦，咁啊你唔锡嗰啲老婆嘅啊佢边度会懂得照顾你啊，係咪？所以已经讲得好，我教男人要懂锡老婆，其实都是希望他们经历到福气而已。耶稣的心不是单单就是这样的，他一切做的是为了你的。我们人怎么都好，我们做什么都有些心思，有些意思的。神是很坦白正面，他上十架上为什么啊？等你每个礼拜给奉献他啊？不是，为什么啊？一一为着俾我哋救恩啫，佢要得益乜嘢啊？冇噶，
全心全意为咗我哋噶。我哋睇段经文再加添认识佢啊。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应当实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神的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知道，神的心一日是要为着安排在我们生命的道路，让我们好好过。神要我们活着一个有魄力、一个喜乐、一个平安的生命。神不是拣选给条道路黑路我们行。有时我们很误解神的心意，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跟着神的心意做，有时有些挣扎，我们就觉得神在为难我们。其实不是的，神是要建立我们的心，不要那么容易放弃，要建立我们有爱心，要懂得去帮人家。其实神的心意很多次你在经文看下，是要教导我们要建立一个深厚一点的品格，即是我们要有正义，我们要有信心，不要那么容易放弃。我们做一切不要只是为自己，是要懂得为别人。为什么神要这样帮我们教导我们呢？因为如果神这样教导呢，我们全部怎样做什么人啊？好自私，有我就无利。是估我们活着在一个世界狗咬狗骨帮你做好朋友，是等机会吃了你的钱你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些这样的世界的这样的情形很恶很险。所以我们的儿女长大，我们都长持晒教去，哇有哪个话讲叫你投资会帮手你搵钱，哎不要搞笑，他掠了你钱都不知道。我们不信，因为为什么呢？人很凶恶，经文有讲的，人的心真是怕怕的。有只中文字我都不是很理解，但是那只字叫鬼诈，人的心很鬼诈，即是说正面好像很好，其实后面他的居心我们都不可以策略到他。神是要掌管着在去掌管个世界里头，等我们能够好好去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教导就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成日想到怎样拿人的着数。哇我懂得有缘好啊，有缘做什么的？哇做铁门啊，哇可能我帮你做得好朋友，你送两只铁门给我呢，一只不够给两只添，前面后面。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是为着要拿人家的着数的，是不是很多人害怕？我认识得阿阮啊，他开什么的？他开车的电器那些。哇那我帮他很熟，找过几次可能做车不用钱呢？哇那很多人害怕，有什么居心啊？所以变成有些人来亲近我们，哎呀你有什么居心啊，是吧牧师没什么人想亲近啊，因为为什么呢？没夜分啊。什么没夜分啊？嘿我可以陪你啊，不是代理，陪你啊，找神的美意啊。所以做黐住我多啲啊，我陪你找你的最好的伴侣 我陪你找一个一生一世陪住你、锡住你、照顾你的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好好去信靠他，因为他所为我们安排的是最美好的，不是要找我们着数。有时候我们误解想着，哇神做什么给我学识唱歌？哦，原来我要我领唱，要我做嘢啦。我们不要误解。神的经文常常教导我们，每人我们每个人为了耶稣做的一切
全部100巴仙记录咗得奖赏啊！你为耶稣做乜都有奖赏啊！就算今日啊，有啲人黑眼瞓，你嘅手硬硬硬嘅醒啊，都有奖赏啊！你冇谂到咩？哈！有边个喺度黑眼瞓？你顶一顶啊！因为你整醒佢啊，比起听下经文，神都奖赏你啊！你话我哋嘅耶稣几好啊？冇得顶啊，系嘛？嗱，我哋有咩患难，有咩问题，唔好自己嚟。点解信耶稣嘅？我哋成日讲，我哋系有福嘅人，因为我哋有一个赐福嘅神。我哋呢个赐福嘅神，佢常常体谅在我哋嘅生命里头有咩挣扎，佢要赐福俾我哋。但是最重要是当你有挣扎有患难，不要自己咩少少嘢都帮耶稣讲，是吗？有边个啊怎样对你不好啊，边个眼骨你啊，边个讲衰你啊，讲你啲坏话，不要客气，数俾耶稣听。当你数咗俾耶稣听，你唔系揾耶稣嚟责备佢，唔系处理嗰啲嘢。你数咗俾耶稣听，系靠叫耶稣处理你嘅心。因为其实咧，有时我哋旁边人我哋好唔中意嘅，你点祷告啊？耶稣唔该你改佢啦，咁嘅态度系嘛？你知唔知耶稣嘅心系点啊？耶稣要处理我哋嘅心，唔系处理人哋啊！我做咗好多祷告，主啊呢个人咁嘅，主啊呢个咁嘅。其实我个经历我讲俾你听，其实神每一次我祷告咗，系我哋处理紧我啊，唔系处理紧个人啊。因为点解呢？可能我心空窄，可能我小气，可能我唔谅解啊。神就喺我生命里头咧，就帮我开解，俾我睇到，哦唔系咁嘅，哦啊原来咁嘅。神都会教导我识点去经历睇到神，人哋都系点样嚟对我哋点祝福，唔系要踩死我哋。嗱，我哋嘅真神主耶稣系好好嘅，佢唔系好似一个父母睇到个仔女俾人虾，就系咪？喂，你虾我仔啊？虾我啲，系咪咁啊？我哋耶稣唔系咁噶，我哋耶稣。好清楚睇个情个情势，你讲乜嘢佢知，佢亦知道咩事发生，佢亦知道乜嘢最完美去安排嘅。所以我哋有耶稣，我哋要识得信靠佢，同时我哋要认识佢嘅心意。神嘅心意係要改造我哋，神嘅心意係要带动我哋，神嘅心意係要祝福我哋。所以神会害我哋嘅，帮旁边人讲，神系要祝福我哋。当我哋要做面对一切嘅挣扎嘅时候，我哋唔好怕，因为神讲系估我差遣你做乜嘢，系应许乜嘢啊？系会将会俾力量你，你唔系依靠自己嘅，神要。带你行边条路，佢会陪你行，佢会帮你，佢会鼓励你，佢会建立你。所以我哋好好认同认识神嘅心意。既然我哋知道神系一切为着我哋嘅，咁我哋就唔使怕啦，系嘛？我哋就打开个心，帮耶稣讲，有咩事都要依靠佢。乜嘢事去感动我哋嘅心，我哋咪去做啦。你放心，就算未做过嘅嘢，当你祷告，耶稣就会安排有人会嚟接待你，有人会为你配搭鼓励你嘅。所以今朝早上我哋要认识神嘅心意，唔好諗住神嘅教导神嘅带动呢是为咗爱我哋做嘢嘅啫，是要我哋认识明白知道神是要祝福我哋嘅。阿们。
嚟下一个页啊，未散会噶，唔使惊，今日唔会九点散，俾多啲时间啊，都未九点。嚟，子荣，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按照神的指示作出决定。神的爱是永恒无条件的，我好珍惜耶稣对我的爱是一直没有改变过，从我认识他到今日三十几年了，耶稣的爱对我一样是这么好，不是因为我没有做错事，不是因为我成日很乖，我感谢神，当我做错、讲错、决定错，他都没有离开我，他一直都保守着、掌管着、教导着我，等我懂得从错改做啱。我哋向主感恩，有咁嘅神，我哋仲想去揾边个呢？系嘛？嗱，当我哋做决定，我哋可以信靠耶稣嘅。因为神的方式是永远最好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见的，嘿，你对我不好，我又不会对你好。但是神说什么啊？是估在这个世上你只是对那些对你好的人，那有什么特别啊？你黑社会都是这样的，他们还犀利，他们说兄弟情啊，不要搞笑啊，他有人吓你啊，佢攞刀嚟帮你打死嗰个人噶咯，系嘛？神嘅心意唔系咁样做嘅，神系教我哋唔单单要对嗰啲对我哋好嘅人，我哋要对佢好；嗰啲鄙视我哋、讲衰我哋、响后边打毒针嘅、插刀嘅，都要对佢好。哇，好高嘅要求啫，系嘛？嗰啲人咁样拒绝我哋，望一望佢都唔帮你笑，你仲要对佢好，想对好都冇机会啦，系嘛？啊，嗰啲人唔睬你嘅，你想对好点啊？帮耶稣讲，耶稣呢个人成日都掘住我，成日都想闹我，成日都对我唔好，求你帮我，等我识得点样去认同经历神你嘅心意啦，等呢个人能够啊。改造他的态度，我帮你讲，我们所做一切不是依靠自己，你和我没有能力去影响人家对我们的感受，人家不喜欢我们，有时我们人很有趣，一眼看到就不喜欢，是吧？我们没有办法改人的，但耶稣可以，耶稣能够在那个人不喜欢你那个改造他的心意，当我们不是因为他对你好你才对他好，他对你不好你都要对他好，尤其是两夫妻的是估他对你不好，神感动你要对他好，你就对他好咯。我们要看看神的大能啦。好多时我们华人好懂讲一句说话，不知道有没有做啫，雪中送炭，识唔识啊？雪峰你识咩？你读英文书㗎喎、哦。哇，原来你咁叻啊。永泰你真係叻嘅教导囉。咁佢都识喎、啊。阿Ben真係你教佢㗎。嗱，雪中送炭呢，我係读英文书嘅，不过我都好珍惜呢句说话，即係意思帮人哋有难嗰时候出手去帮佢。我有难气都唔睬我，佢依家有难我帮佢，你想死啦你，系嘛？我哋平常人咁谂，但系我哋系基督徒嚟噶嘛？基督徒唔系你对我好，我先对你好。基督徒神教导我哋要对嗰啲唔对你好嘅、冇利益嘅、冇益处嘅、黐埋去冇得分嘅，仲要帮佢嘅，嗰啲要对佢好。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呢？因为当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旁边人就会看到，哇，你不平凡、啊、
这个人这样对你，你都对他好的，哇，一你就是傻的，二你很超能，那你说呢？当然不是傻的啦，是吧？你叫他拿十蚊纸五十蚊纸看你选哪张，你说你要选哪张，一张十蚊，一张五十蚊，你选哪张？两张都拿，是吧？所以哪里会傻啫，是吧？以前那些人答呢，拿五十蚊一张，现在的人答两张都拿上去，哪里有傻啫？如果你不是傻的，你当然是超能的啦。你知道超能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耶稣的大能。当我们要面对一个我们不喜爱的人，要怎样对他好的时候，是靠神的力量在我们生命改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一切要倚靠神，所以要成日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怎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做人做了几十年人了，是吗？学下你，学阿爸，学阿妈，学阿婆，学啲朋友，不如学下耶稣嘅心意，好唔好啊？耶稣嘅心意好有趣噶，唔单止俾我哋心中有开朗，你知嘛？今日坐在呢度，我哋有几多人里头心有结？有人对你唔好，你好嬲亲；有人做啲嘢，令到你损失钱，有人伤到你，你的心有个结放不低，你知吗？这个结就是魔鬼的破口攻击你了。如果你解了个结呢，你就不用怕魔鬼的攻击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多基督徒成日都经历魔鬼攻击啊，成日都好挣扎啊，有时哎呀，总之唔系系好安乐，因为点解我哋心有结冇放开。当我哋心有结冇放开呢，魔鬼就可以攻击我哋。如果我哋要解个结呢，就要听神嘅心意啦。跟着神嘅心意放低。有咩隻结解唔开嘅？阿 Jo 最中意一个女仔，个女仔唔睬佢，搞错嘛，你走宝啦，好嘢唔识欣赏，系嘛？总言之，佢虽然咁讲啫喎，心攰啊，唔舒服啊，搞错喎。睇到佢过后帮大哥拍拖，都唔系人嚟嘅呢个，个心啊，几大啦，唔舒服系嘛？我哋人系咁嘅，唔系啊，做啫，嗬，好多人都系咁嘅。我哋唔系咁样嘅。我哋放低佢，个心胸放阔啲，慷慨啲。阿 Jo 睇到呢个靓女去追嘅，唔鍾意去抠一个又肥又光头嘅，唔系牧师嗬？阿 Jo 讲：我祝福你一生一世幸幸福福哦。咁呢个叫做慷慨嘅心啊，唔好数人哋。要懂得祝福人家，人家不抠你，比你抠大个没相干。我们心要解结，不要去打结。那呢，我们就会经历神的福气。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神要赐福在我们身上，我们领不到，为什么那些福气流入来的时候，你打结了，流不通啊。那些福气流不得入我们生命。明不明白啊？所以有很多事为什么我们祷告了没事，神没做事没应许的，因为你心结都没解，是吧？心结不解，那些福气流不得通，心结流下来，你那个结挡住了，不入得你的生命。所以是不是很重要要解决啊？不要失了神的福气。所以我们做人呢，放松一点，开开心心，体谅神的心意，跟着神的心意去做，有什么结放不低，给耶稣咯，是吧？有什么对你这么不好，给耶稣咯，给耶稣去处理，你去领取神的福气。阿们，来看看段经文，诗篇25章，耶和华，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求你把你的路径教导我。耶和华是良善和正直的，因此他必照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引导谦卑的人行正义，把他的道路教导谦卑的人，遵守耶和华的约和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和信实待他们。遂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选择应选择的道路。在我们的人生的路途中，我们要懂得看路。好像现在，我们落吉隆坡去新山上槟城，你要去一个地方你不懂路，我们拿个手机开个 Wave 开个 Google 就行到条路。但是如果你在人生要做个决定，这三年五年是如果你建立个事业，你要找人生的路程，你在哪里找？ Google 没有人生路程带动给你的。今天到年尾了，现在就八月了，到十月你做这些，一月到五月明年你做什么？ Google 没得写这些给你的，那你人生路程要怎样？我们几好啊，手机有 Google，有 Wave 可以带路，所以现在呢总之给个地址我们就去得到的了，是吗？ Google 和 Wave 是最近这两年变出来的啫。你知不知道神的路线从你认识耶稣开始已经有了入了你的心的，你知不知道？我们那只 Google 和 Wave 呢要入个手机你可以开，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接受的个人救主，神就 download 入了他的路线在你的生命了。刚才我们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嘛，已经入了他路线在你的生命。但你知不知道你的手机有 Google 有 Wave， 是如果你要找个地方你不开，你都是盲中中兜浪兜浪，怎么去不到的？去不到的，明白吗？神已经在我们的心给了他的路线让我们认识，是如果你不打开神的路线怎么样？我们人生那条路就盲中中又撞下又兜下浪又撞下，成日都讲行啲冤枉路咯，做就做好多，得就得唔到，行嚟行去成日都冇嘢发生，咁点啊？应该点啊？系如果你要上槟城搵个地方搵唔到路，应该点啊？开手机开 Google 开 Wave 咪有路行咯，有个目标地嘛，啱啊？咁系如果今日你人生嘅路线你自己觉得都唔知应该点样，几矛盾，咁应该点样啊？喂，眼大大望住我，冇答案㗎喎。要开在你嘅心嗰隻神嘅路线。点开神嘅路线啊？问耶稣，耶稣我呢下半年八月到十月嗰条路应该点行啊？你问耶稣囉，我要做咁嘅决定应该点啊？我想扩充我嘅事业应该点啊？我想买间屋是不是现在买啊？买哪里啊？我想拿些钱来捐给人，捐给谁啊？我有些事情想做应该怎么做啊？我想找份新的工去哪里找啊？哪份啊？我想认识个女朋友，你安排了在哪里啊？我们人生道路神会带动我们，只不过你爱不爱找他而已。所以我们人生的决定不要自己做，要认识是这个爱我们的神所差遣给我们的安排，我们要多些去认识明白，让我们知道其实人的路线不是那么难。虽然我带动我用一浸信会
同埋各嘅外展。最近我哋开会要策划2020嘅路线啦。一啲都唔会难。点样策划法啦，你如果坐低喺度諗计画个头啊，或系喺度问呢，打开神嘅路线。主你想做乜嘢啊，我好多时系咁㗎。主你想做乜嘢啊，咁咪坐低写囉。点解我问咗坐低写啊，领取神嘅心意，写低起想做乜嘢，好容易好快脆就写到路线出嚟。好似我帮大家好多次都分享啦，三年嘅大丰收，你哋有唔有去追求啊，冇走宝啊，呢个三年嘅大丰收唔系淨係你自己想盼望领取嘅，係神亦有在你嘅生命安排咗啲三年会点去赐福在你身上。你知唔知神想赐咩福气俾你啊，你问耶稣啦。所以在我哋呢个段时间，我哋要揀选追耶稣，认识耶稣多啲，睇下经文神点样讲，我哋去追，等神一步一步带动我哋。阿们。下一个银幕就嚟结束㗎啦。神的应许，神应许祝福与顺服的。嗱，阵间我哋睇定经文，其实在我哋打开我哋手机去一个地方嘅嗰、那个手机会带我哋行嗰条路线。你知道点样能够睇着个手机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冇啊？知道点好冇啊？跟住条路线行咯，路线话弯咗你咪弯咗咯，直行就直行咯，系咪啊？系嗰路线话直行你走去弯咗点啊嘛？梗系行唔到啦，做咩咁耐都唔到嘅？你都唔跟路线行，我哋嘅人生系一样嘅。当我哋追求神，主你嘅心意系乜嘢啊？你想我哋点做啊？一个好重要嘅原则，我哋要认识嘅就系要识得顺服。神讲咁行，你就咁行；神讲咁样行，你就咁样行。唔好话，我都唔系咁中意啫，不如咁得唔得啊？不如咁样得唔得啊？嗱，如果你哋揸过车，你哋有跟住手机行嘅，你咪睇得唔得？有时都得嘅，不过行好多冤枉路咯。叫你直行，你唔行，你弯咗啊，个手机又带翻你打个大窿，又弯翻转头咯。有时我哋嘅生命都系咁噶，神叫你点去做，你唔做，你咪兜大窿，好委屈咯。好多时神嘅心意系要祝福我哋噶，神嘅经文讲噶，去应承得你嘅。一定要完成的，差不多隻手机就开了，那里叫人应承你带到你去搭目的地嘛，为什么不到啊？你都不跟，你不跟怎么跟，怎么会搭到呢？神的心意你都要跟。我们看段经文啊，生命记七章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且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如果你们听从这些典章，并且谨守遵行这一切，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着他向你的列祖所起的誓，向你守约并且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的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你地所产的，使你的五谷酒油以及牛犊和羔羊增产，你必蒙福胜过万民，在你中间没有不能生育的男女，也没有不能生殖的牲畜。我们经文其实是一段而已，还有很多，我们揀选一段来讲给你听，其实神
会全部一切你人生需求的会为你安排，你不会缺乏。不过我们要信靠祂，要肯听祂讲。我本身大家都听过，我其实想开十间肉仔店。神讲你跟我行啦，你唔好行你自己条路。我就献上我自己嘅计划，跟着神嘅心意。神讲去建立十间外展教会，我哋建立咗六间㗎啦，两间放咗出去仲有四间，仲有四间嚟建立。神嘅心意係要睇到万民得福，唔单单係我哋自己，係等多啲人，好似我哋而家去万鸟峰，係要接触嗰度嘅居民，等佢哋能够认识经历到神嘅救恩。你知嘛，你去到嗰度睇到好多佢哋仲拜拜緊，好多嘢仲有好多捆绑，你知拜拜係唔係神嘅心意啊，等佢哋如果佢哋会有好多怕好多驚，哇知嘛，这个月份是什么？华人的月份是七月咯。七月是什么月啊？哇去到咦那些是吧。我们基督徒呢都不记得几时几多号了，日日都是好日子啊。是吧，他们不是这个月节日咦那些是吧，惊惊是吧。我们做什么要人生有的捆绑呢？不需要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耶稣的权柄胜过一切，乜都唔使怕，只有顺服跟着去，你就会经历喜乐，经历福气啦。所以，我哋要跟着神嘅经文，认识明白知道，人生对耶稣系最美丽噶啦。有乜嘢佢唔能够处理啫？有疾病，有心结，有问题，唔好自己嚟，要靠耶稣嘅。耶稣才能够带动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如果你盲中中去跟，当然跟不到啦。我们要懂得去追，去认识。如果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要给你安乐日子，要给你经历神的福气，做什么不爱呢？是吗？自己找条路都未必找得到，你试过的啦，我够试过咯，用自己的智慧，都是撞壁的，没有啦。要耶稣带好啲啦，系嘛？你只试过唔跟个手机自己行，系啦，有时你都揾到啲近啲嘅，连呢条路你都唔识去行，系嘛？要跟手机啦。我哋嘅心里头就有神嘅路线，打开我哋嘅心去追神嘅路线，你就会更加经历到神嘅福气啦。阿门。嚟，最后一页就结束啦。敬拜团队上嚟啦。亲近神，神的爱。我哋要多啲亲近神，嚟打开经文，我哋读埋就结束㗎啦。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敬拜团队上嚟啦。求他按着他荣耀嘅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神的心意听我讲是要等我们得着人生一切的丰满。我哋唔好自己为难自己，唔好自己去帮耶稣斗，放低我哋自己嘅智慧，跟神嘅心意。因为我哋已经读咗经文俾我哋知道，神嘅智慧係高过我哋。神所睇到嘅你同我都唔知。我可以帮大家讲，我在呢三十几年嘅经历，我睇到唔好自己揾路，找耶稣的路，耶稣带动的路又有兴奋又有福气。唉，有时未必好像我们人所想的，都是人所想的，未必是最好的。我们要跟着神的心意，好像小路仔说一日三餐吃 ice cream 开不开心啊？开心。但是你呢，
你会唔会俾自己一日三餐都食 ice cream 啊？梗系唔会啦，因为点解咧？你叻啲咗嘛？你知道一日三餐食 ice cream， 无益嘅，要食啲有益嘅嘢嘛，系嘛？我哋嘅心一样，我哋嘅生命一样，自己行自己路未必系最好嘅。我哋要懂得领取神嘅心意啦。所以今日早上啊，我哋大家就起立嚟敬拜主。在呢敬拜时间，我哋要一一嘅心嚟追求神。我哋求主引导我哋，带动我哋，等我哋嘅人生路程会更加好，因为有耶稣嘅带动。嚟敬拜殿队定唱啦。我全心敬拜你，我主，我全心敬拜你，耶稣。啊，会又唔好落去字嗬，我哋仲要祝福祷告啊！圣灵运行，奇妙恩赐予你爱降临，我全心敬拜你，我主。我全心敬拜你，耶稣，我愿感受你荣耀同在，毫无保留的爱。哈利路亚！圣灵的能降临，改变我，我愿全心为你而活。救主圣灵的能降临，更新我，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救主圣灵的能降临，改变我，我愿全心为你而活。救主圣灵的能降临，更新我，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求你充满我，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一世为着你而活。主，因着你将你自己献上，一切为着我们，所以求主你施恩带动我们啦。唔好俾我哋误导，唔好俾我哋行啲糊涂嘅路，等我哋能够一一追求你嘅心意，所做一切都能够得着你嘅喜悦。主啊，你带动我哋啦，我哋将桂和苑浸信会全体嘅人士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唔单止教我哋，陪我哋，带动我哋，即帮我哋安排，等我哋嘅路程能够经历到神嘅大能。主啊，多谢你，多谢你。今天早上我哋献上一切，求主你继续在我哋心中说话，等我哋能够经历到你嘅大能，等我哋能够在人生中一一嘅心去追从你。主，多谢你，我哋献上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名所求，阿门。哈利路亚。我哋平安散会，大家落去楼下饮杯茶，多谢大家。